来之前其实有点紧张，我有点久没有站上地面台了，让大家一起，所以感觉又回来了，非常期待，也觉得很兴奋，希望今年可以跟大家一起在新高棒球场为悍将加油哦！大家好，我是奶琪，这边的地方就是我很活泼，就是有点像，上面来之后也可以就是用这个特别的最特别的地方，然后可以跟大家一起打，下次希望可以在新高棒球场跟大家见面哦。圆梦一样，而且我今天穿上有我名字的球衣了，然后看到很多熟悉的球迷们，很荣幸，然后我很期待4月4号的开幕战与大家相见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庆庆，我等运动的好累，太阳很大，然后一直跳一直跳，可是因为看到大家都那么热情，所以说好加油，这样奋力的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Nisha。因为今天第一次应援，所以有点紧张。但是看到大家，我觉得那个紧张的感觉就消失了，而且就感觉到大家的热情。我觉得穿新装，应该大家会更热情，所以非常期待。举手，帮我加一位。我们